哦，你说不要，不是，我说的是那些很支持蔡英文的人，就大部分这些人，就是尤其甚至包括后来他觉得要投马英九的人，因为你民进党他让你没有办法放弃，蔡英文还是被他们包袱嘛。哎，很简单，你过去不敢拿来，就是。那你有没有一些神？蔡英文，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党职公职，反而更好做事。对，因为他是那种，就是说我现在是什么身份，我就按照我的身份来做事、来讲话，对吗？那个时候他不是说组织被攻破吗？他现在就是要做组织的事情。对对 对，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搞清楚。他说组织被攻破是指什么？基层组织。你说那些人不去监票了？没有，那个也是啊。以前也是开会干嘛？什么马上对方就知道，国民党什么就知道，他们是很快的消息就被人家掌握。内奸啊？是啊，也有啊。这个是还也有做内奸，真是有。就是不是光是国民党，很可耻。那个中国有做很多关系，有很多人在大陆也有什么。然后呢，这个还有这个自己组织内部和扯后腿的，甚至希望他落选。就种种这种加起来，因为他没有，就是他基层并不是他能够完全掌握。讲明白一点，就是没有派系之名，他也你要有派系了，我来一个最大的派系，把你们通通他妈杀掉，就是蔡系，英文系，他又来，而且是从基层开始。他现在已经有两个最大的，一个罗志镇，一个是邓瑞雄嘛，就是新北跟台北这两个这么大的人口最多加起来。就已经掌握了，对，所以他这样接下来南部根本也不是慢。2014那个时候，你就会他跟苏珊两个人变，啪啪照，两个在变。